你知道这个包包柜上是30出头万，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？70，快90。所以你们就知道，如果它是假的，我那个代购，我真的弄他祖宗18代。当你们也被弄的时候，你有在 care 那些网友说什么？我因为长那个杀人凶手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被弄，你们说什么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被弄，对，就是，如果他是假的，但我就是这个心态。我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。在联络验包包的，可以验包包的地方，然后发现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也没有像这样子验过包包，就是除非以前像我去卖包包的时候，他当场帮我验，但是我没有就是拿着一个包包专程没有要卖啊，我去验过这样，然后。我们大家打了很多电话，然后发现有些只帮 VIP 做，然后有一些是除非你要卖给他，他才会帮你做验的动作。所以我们找了一家，然后也要配合他的时间。其实我们本来想验2到3家，但是发现就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再加上是周末，然后可能要下到台中，不然就要去桃园，那桃园那家也没有嘛。对，他今天他说他没空，他今天就没办法帮我们做，所以我们原本想说我们杀桃园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了一间，然后这间是说可以开一个证书，包括纸本跟电子档，所以我们就先去找了这一间，今天一早就去了，因为也是配合他们的时间这样子，然后去了之后，他有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他一定要走一个流程，然后。东西一定要去现场，不可以另外拍照片什么的这一些。那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现在才正式回应的原因是，我这几天就是在感冒，然后全家人都感冒，包括我小孩，还有已经排成的事情在做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跟心力去。立刻 right now 回复，我知道你们很期待看到我的人，就像我上次帽子的事情，我到现在还深深的后悔，帽子应该要拍影片，因为流量应该会很好。我女儿也不舒服，我没有心思理别人，真的。小孩在不舒服的时候 ，I don't care about any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说任何东西，我也没有卖惨，我也没有发现东说我人不舒服啊，我怎样我都不讲这些，因为我知道。一定会有人说玩这一套啊！妈，现在要不要装可怜？我没有，我也不想要再有节外生枝的状况，所以我选择我都不发，我也不写任何东西，就是好好的把身体先养好，就这样子。开始就有很多人说，你怎么都不讲话、啊？你不讲话好奇怪哦，好不像你哦，你个性不是很凶吗？不是人家泼人脏水，那个跳起来吗？小姐跳起来要有体力。我前两天病得跟狗一样，对，但出去外面工作你还是要这样子 hyper， 但是你回到家就是这样子，你懂吗？就是这样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是拿一个包包，验也不便宜，要7500，后来发现哇，蛮贵的哈。我们把这个包已经拿去验了，但是因为他说验完了之后需要一点时间过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先看验包的过程。歪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次验不知道这么复杂。第一个钱要先付，然后要等，再加上美国时差，然后今天周末要等他们上班的回复，而且他说排班就是依照你排的顺序，比如说你前面有很多 case， 那你就是要等前面验完。他说一天有几十万件，平均下来几十万件在验，所以他只是抓个大概，就是说需要这些时间这样。那我们也还在等，那因为有承诺大家今天必须上片，那不能因为结果没出来不上片，好像我们放鸟人家，觉得我们很没水准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们现在也还在等待中。但是因为必须要把这个影片上传，所以你们现在会看到没有结果，我也还在等这个结果。这样，你知道这个包包柜上是30出头万，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？70，快90。
所以你们就知道，如果他是假的，我当那个代购，我真的我弄他祖宗十八代。当你们也被弄的时候，你已经有在 care 那些网友说什么？我因为长那个杀人凶手，就是因为我要被弄。你们说什么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被弄。对，就是，如果他是假的，那我就是这个心态。我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，我差点被当那个飞扬仔，我就弄爆他这样。但如果是真的，上辈子我记得，我当时第一时间我有问他嘛，我说这个包包，他说你真的不用担心。然后我说弄张原版的那个就是那个购证来嘛，他说他们代购都是给 copy 的。刚刚在店里面跟我说那张东西没有用，他说包包真这些东西才有用，包包不真废物，废纸一张。就是可能你要卖的时候可能多个几千块，因为你有购证，所以你价格可以还比较高。但你只要包包是真的，没有防尘袋，没盒子，没这些东西都无所谓。对，然后他说还有遇过盒子真的，防尘袋真的，购证是真的，包包是假的。包换太子，就是你懂吗？就是 everything is real， 这个 bag 不是。对，我到底听了什么故事？我差点尿裤子，我吓歪。我真的吓歪，然后他弄那个袋子嘛，我说不好意思，那有没有包包是那个袋子？我只是瞎问，我想说没有，不会啊，因为这个袋子可以拆下来啊，所以有包。然后我到现在还在消化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就开始想了，就是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在替我担心我的包，对不对？你回头看看你自己，你有没有一点点惊？你有没有一点点怕？对，就是你有没有一点觉得我的不会被弄了吧？如果你有以上疑虑的话，因为我刚好问他，我说：“有没有一些就是拿然后一直是真的？”然后假，他说有人拿那种妈妈40年前的包包，假的。然后还有会后拿去假的。然后那我说那他怎么？他说他眼神死，就一出来，sorry， 就是最后的那个。结果出来假的 ，sorry， 对，就是有点在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翻两瞪眼，哟，活，假，如果是真的，感谢各位赐教，也让我去上了一课 ，OK， 我那天还看到评论，他说，你就是拿真的看起来也像假的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你要这样子看待我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取悦你们全部人 ，I can't， 就这样，哇，所以感谢大家的收看。